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瓜牛哥，这里实施战争模拟极限测试，我们的猪八戒又来挑战奥特曼了。一个天蓬元帅猪八戒能打败多少个阿古鲁奥特曼呢？把你预测的数量打在评论区，看一下哪个朋友猜的最准呢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开打。我们来看一下啊，好的，跟打贝利亚一样啊，基本是一个钉耙一个奥特曼。哇，这攻击，这九尺钉耙的攻击真的是太夸张了。好吧，我们还是老规矩，直接两倍速播放，我们快速看到结果。哎，这就很难受了啊，朋友们。哎，这阿古鲁比贝利亚要厉害吗？什么情况？贝利亚都可以打败104个呀，好像我记得是104个啊，对不对？这阿古鲁居然他才打败26个就结束了。嗯，阿古鲁比贝利亚厉害吗？下期视频我们来测试一下阿古鲁和贝利亚到底谁厉害，好不好？支持瓜牛哥，帮瓜牛哥视频多多点赞，下期视频我们再见哦，拜拜。